虽然我个人不擅长玩冥币，但不可否认的是，冥文化在币圈至关重要。或许不会有某个冥币长期爆火，但长期肯定不断有爆火的冥币。无论最终留下的是哪一个冥币，作为工具类型的平台，肯定是最终获胜者之一。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TalkChain 的节目，我是 CH。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Telegram Bot 赛道，它是目前市场中盈利能力最强的赛道之一。这轮周期必须多老牌的借贷协议交易所有更加强的表现。直接看数据 ，BNB Chain 最大的借贷协议 Venus 仅30天的费用收入是380万美金，最活跃的以太坊 Layer 2 Base 公链的费用收入是200万美金左右，而 Curve Finance 稳定币交易所老大也只有180万美金。DYDS 昔日衍生品交易所的老大，目前近30天的费用收入也只有140万美金。仔细观察近期盈利能力强悍的项目，不难发现到其中有好些项目都是 Telegram Bot 的机器人。我们直接筛选出 Telegram Bot 类型的数据，第一名的 Photon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 Telegram Bot 机器人，算是 DeFi 拉玛归类错误，但没有关系，依旧可以看得出 Telegram Bot 机器人的费用收入非常的高，近30天的费用收入 Trojan 有598万美金，而 Mastro 有将近477万美金的收入，远比刚刚提及的很多 DeFi 的蓝筹项目高许多。先辟个谣， Telegram Bot 之所以在这一轮周期迅速崛起，和 Tone 公链关系并不大。这些 Telegram Bot 的服务大多都是在以太坊和 Solana 公链，而非 Tone 公链，这是很多人都误解的地方。 Tone 公链能够爆火是因为它和 Telegram 强绑定，同样的理由 Telegram Bot 能够崛起也和 Telegram 密切相关。 Telegram 在 Web2 有大量的用户，并且 Telegram 的软件有许多可自定义的功能，因此项目方就能够在 Telegram 上面搭建交易机器人，让普通的 Telegram 用户能够很轻松的上手接触加密货币。而 TalkChain 的老伙伴应该都知道，这一轮周期我们团队特别看好能够降低用户门槛的应用级别赛道和项目，而 Telegram Bot 的赛道完美符合了这一标准。可能各位还没有尝试使用过 Telegram Bot， 或许待会可以尝试一下我介绍的几款产品，你应该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说 Telegram Bot 的门槛很低，能够吸引新人了。简单就能够创建钱包，简单就能够用最快的步骤交易市场最夯的代币。另外一个助力 Telegram Bot 赛道崛起的原因是因为冥币的爆火。虽然我个人不擅长玩冥币，但不可否认的是冥文化在币圈至关重要。或许不会有某个冥币长期爆火，但长期肯定不断有爆火的冥币。无论最终留下的是哪一个冥币，作为工具类型的平台肯定是最终获胜者之一。比如说 PandaFan 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这是一个 Solana 上的冥币 Launchpad 平台，大部分的冥币都会选择在这个平台上发射，每一次发射都可以赚取费用收入，这个项目已经成为了全网第11名赚钱的项目了，近30天的费用收入接近1800万美金，非常的夸张。同样道理， Telegram Bot 目前更多的应用场景在于更快更准的购买冥币，比如说其中一个特色功能是狙击功能，可以提前输入合约地址，当该代币上线交易所的时候第一时间自动抢购，相当于抢开盘，通过机器人就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拿到最好的价格，最早的时间点入场某个代币，或者更准确来说入场某个冥币。甚至你不知道要购买什么冥币，可以使用 Telegram Bot 的复制交易功能，直接跟单某个地址，他买什么你就跟着买什么。于是乎，很多用户放弃手动用网页端购买冥币，而选择用 Telegram Bot 来购买。另外，这类型的交易机器人也都内置了 MBV 保护功能，避免被三明治攻击，并且具备自动检测合约风险的功能。只要冥币的热潮持续存在， Telegram Bot 类型的产品应该就能够持续获利，至少从当下的时间节点来判断，个人觉得 Telegram Bot 会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总结，我个人并不是一个冥币胜率很高的人，但从文化角度，我认可冥文化的热潮，于是乎我就开始寻找冥币赛道中金产值类型的产品，最终我个人看好 Telegram Bot 赛道，这是制作这期视频的主要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当下 Telegram Bot 的赛道格局。Will Hunter 大佬制作了非常全面的 Telegram Bot 数据面板，推荐对该赛道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看这些数据面板。该数据面板默认以平台总交易量来排名，
第一名是 Bombo， 第二名是 Mestro， 第三名是 Trojan， 第四名是 Banana Gun。 从第五名开始的交易量就不再是一个量级了，差距大，所以这期视频主要和各位分享前四名的交易机器人。其实我个人认为更应该以近七天的交易量来排名，这更能够反映出当下市场的排名情况。我就以这榜单的顺序来给各位介绍，分别从项目背景、基本面数据、代币情况等维度来分享。第一名的项目叫 Trojan， 近七天的交易量高达2.3亿美金，不仅是 Solana 链上最大的 Telegram Bot， 同时后排名全网第一。该项目只服务于 Solana 一条公链。可能 Top 圈的朋友们没有听过 Trojan， 但是它的前身各位应该略有耳闻，那就是 Unibot， 曾经是以太坊生态 Telegram Bot 的龙头老大。当初 Unibot 扩大业务范围，从以太坊扩展到 Solana 公链，而后呢，团队就发生内讧，以太坊和 Solana 的两个团队分裂， Solana 的团队品牌重组，改名叫 Trojan。 大家可以看得见他们的两个的图标还是非常的相似的，都是一个独角兽，这也是为什么该 Telegram Bot 只服务于 Solana 的原因。该项目来到 Solana 公链之后，迅速抢占了该公链的市场，目前占据了 Solana 公链 Telegram Bot 一半的市场份额，每一天将近有3000万美金的交易量。这类型的产品收费模式都相对一致，即根据用户的交易量来进行收费，大部分都收1%的费用，相当于如果你购买100美金的冥币，你需要支付1美金的费用。自从 Trojan 脱离 Unibot 之后，就是一个独立的项目，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发币，相当于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着该项目每天赚取大量的收入，但是却没有参与的方式。那没有关系，排名第二名的项目已经发币了，它的名字叫做 Banana Gun。 该代币已经上线了币安等主流交易所，凭借着强大的盈利能力，代币的价格走势还算不错。该项目在公售的时候 Top 圈就已经关注了，去年公售的时候代币价格是 0.65 美金，而如今价格达到了50美金左右，差不多有75倍的涨幅。我们直接看数据哈， Banana Gun 和其他项目大差不差，主要在价格上有优势。如果你用自动狙击功能，那费用是 1%， 但如果你有手动交易的功能，例如手动购买某个名代币，费用是 0.5%， 相比于其他的交易机器人会更加便宜。另外 Banana Gun 支持的公链数量相对多一些，刚刚介绍的 Trojan 只支持 Solana 的公链，而 Banana Gun 支持 Ethereum、Base、Brass、Solana 公链，总共四条公链，主要的交易量还是在以太坊主网上面。而在近期冥币火热的 Solana 公链上，只有非常小额的市场占有率，大概 5% 左右。但在竞争激烈的以太坊公链上， Banana Gun 拥有4-5% 左右的市场份额，可以说 Trojan 是 Solana 的公链老大，而 Banana Gun 则是以太坊的老大。这个项目的基本面还挺强，平均每日交易员有接近5000人，平均每日交易量也达到了2000万美金。至今为止，该项目已经赚取了4500万美金的真实收益。项目收入的 40% 会分发给 Banana Gun 的代币质押者，目前的质押年化收益大约是 10% 左右。如果各位对该项目感兴趣，或许可以等年化回报高一些的时候才入场，因为低年化收益代表着代币的价格过高，或者盈利能力近期相对比较低。我个人觉得质押收益率的指标是判断 RealU 类型项目有没有被低估，什么时候入场相对好的办法。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留下你们其他的方式，注意哈，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数据面板也可以看得见每一天的质押年化收益率的变化，大家可以根据过去的数值来粗略判断目前的收益率高或低，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自己根据数据来做出你们的判断。另外该项目也有销毁机制，白皮书当中他们表示，如果用户想要获得一些额外的功能，可以通过销毁 Banana 代币来获得，但实际上项目方平时也会为了庆祝来销毁自身拥有的 Banana 代币。比如说这一次销毁了总量 3% 的代币，这一次销毁了总量 2.5% 的代币，这一次销毁了总量 2% 的代币。这种玩法有点类似冥币或者 NFT 过去的玩法，通过销毁代币来活跃社群，来刺激币价。对了，前阵子的时候 Banana Gun 的部分用户出现资产被盗的情况，最终由团队全额赔付结尾，可见该项目的盈利能力强悍，让团队有不少的资金储备。不得不说 Telegram Bot 的安全问题一直都备受争议，虽然目前行业还没有研发出一套能够完全保护用户私钥的方案，但这类型项目的盈利能力强悍，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项目方卷款跑路的情况。如果各位要使用 Telegram Bot， 记得不要存入大额的资产，他们的安全性约等于二流的交易所，毕竟私钥不掌握在用户手中。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排名第三的项目，它的名字叫 Bombo。 各位如果对 Solana 的冥币稍微有些了解的话，Bomb 其实是之前爆火冥币的一个名字，我个人不确定 Bomb 冥币和 Bombo 的项目方背后是不是同一个团队，但是 Bombo 团队他们承诺会拿出 10% 的利润定期回购和销毁 Bomb 的代币，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得了 Solana 民营社群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在 Trojan 部署至 Solana 公链之前， Bombo 是原先的龙头老大，如果算上过去的历史交易量，算上过去该项目的高光时刻，实际上Bombo 是目前所有的 TGBO 中交易量最大的项目，只不过近期表现稍微没有那么好，目前是 Solana 链的老二。自诞生至今，该项目获利7600万美金，非常夸张的数字，近期每日平均收入是95000美金左右，降低了不少。对于 Bombo 项目方而言，目前的交易量日渐减少，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或许未来他们有可能会推出自身的项目代币，通过代币经济的激励机制来抢占市场，例如空投代币给交易员吸引他们，或者推出交易挖矿的活动等等。对于一些有稳定盈利能力且没有太大竞争对手的项目，个人认为他们不太有意愿发行代币，毕竟一旦发行代币就需要将项目收入分享给代币的持有者，只要不发行代币，团队就能够赚取平台的所有利润，非常的香。第四个要介绍的项目 Maestro， 近7天的交易量达到1亿美金，这应该是最早一批的 Telegram Bot 项目，算是这条赛道的老 OG， 曾经是以太坊的老大，而后被 Uniball 挑战，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Banana Gun。 更准确来说， Banana Gun 和 Maestro 两个项目都算是以太坊第一梯队的项目，有时候交易量 Banana Gun 排第一，有时候 Maestro 排第一。从数据来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Banana Gun 的交易量略微比 Maestro 多一丢丢，但是两者的差距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大，两个都算是以太坊生态当中的第一梯队。但是来到 Solana 的战场上， Maestro 和 Banana Gun 两个以太坊出生的项目都面对水土不服的局面，完全落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两个项目都只占据大约 7% 的交易量。另外我个人还有一个观察，近些天税公链的冥币交易量迅速攀升，税公链似乎还没有出现特别强大的 Telegram Bot 项目，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如果各位看见类似不错的产品，欢迎在评论区当中留言。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轮周期 Telegram Bot 赛道表现优异，还记得 TalkTrend 去年连续出好几期 Telegram Bot 项目分析视频的时候，经常会听见有人质疑的声音，认为这是一个夕阳产业。一年时间过去了，这赛道的产品不仅没有死，反而开始上币安，盈利能力超越许多蓝筹项目。希望这期视频对各位快速了解该赛道有些许的帮助，记得点赞留言，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是 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